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信息的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扫菲拉卖了田产，在银价私自留下几分。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然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上帝了。”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”他说：“就是这些。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”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使徒行传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，门徒本身就非常明显有很大的改变，他们大有能力，他们传福音非常的勇敢，他们与圣灵同行，他们有异象，他们说话有智慧，他们甚至于拥有耶稣基督所赐予他们的圣灵各样的恩赐，医病赶鬼说预言。因此在他们身上，众人都因为如此而相信主的能力与他们同在，同时他们也开始过着彼此顺服扶持的教会的生活。所以在第四章就开始，我们看到门徒生活的一个形象，就是房屋公用。在这个之前的时候，第四章的末尾讲到一个名字叫做巴拿巴。巴拿巴这个人呢，他有田地，他卖了，他把卖了钱通通拿出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那么会说，为什么巴拿巴没这个事，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出了这个事情呢？我们看到这两个图画就放在一起，一个是非常无私慷慨的捐献，一个是他有贪婪，或者是说有骄傲。路加的作者把这个事情平行的放出来，一个得到真正的称赞，一个是欺哄。我们会说，哇，这个怎么事情这么样的恐怖，圣灵的工作怎么这么强烈，上帝的击打这么明显吗？有这么严重，是不是劝了就可以了呢？我想我们在这边稍微分析一下，这个正如创世纪的时候罪渗透到人的心一样，魔鬼呢化妆成一个蛇，诱惑了亚当跟夏娃，破坏上帝创造的一个美好的形象，整个伊甸园应该是协和的，突然之间就开始混乱了。同样的，撒旦也进入到初代的教会，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房屋公用的生活方式。巴拿巴是一个顺服上帝的，充满爱心，可是亚拿尼亚跟夫妻之间，他们却渗透了这个教会，破坏这个和谐，有了贪婪，有了欺骗，使这个教会失去它的真正的圣洁了。我们或许会问说，他们夫妻的罪至于如此吗？我想我们这边要特别清楚，这个击打他们的并不是彼得，击打他们是上帝自己，是上帝的灵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作为跟随耶稣基督要非常的谨慎。我们先看为什么他们会被击打，基本上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用谎言想要博得称赞。如果亚拿尼亚夫妻两个人，他们事前并没有答应这个事情，这个田地是他们的，他们要卖多少钱也是他们，他们要奉献多少钱也是他们的，他们也可以说我们先赚了钱到时候再说也可以。可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本身已经决定了，
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告诉他了，说我要这样子做，赚卖了多少钱通通都是奉献给教会。那我们就是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应许，那你就要付出代价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呢？可能是实在是钱太多了，他们认为说啊，不用也不需要这么多了。基本上我们如此就是犯了欺骗圣灵的罪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在试探圣灵的真实性，也就是说好像可以跟教会说谎，好像可以跟上帝说谎，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。彼得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给予他很大的一个审判的权柄。所以跟清楚了解，亚拿尼亚之所以这么大胆，他们没有惧怕上帝。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欠缺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受洗成为耶稣基督门徒，那是一回事，可是进入耶稣基督门徒，或许我们牧者要很清楚告诉受洗的人说，第一个，你的地位改变了；第二个，你的主人不再是自己，而是耶稣基督了；第三个，要与圣灵同行了；第四个，要过教会信徒的生活，要互相的帮助；第五个，要追求圣灵，要学习神的话语；第六个，要常常的祷告；第七个，要传福音做见证。可能是我们没有讲清楚了，以至于信徒不清楚，可是我相信在初代的教会当中，使徒讲得很清楚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圣灵工作这么样的明显。我们有时候真的忘记了，上帝虽然是慈爱的，但同时是敬畏的，有他的公义在。所以为什么上帝会这么严厉呢？我们反省一下，第一个就是上帝不愿意不洁净的罪侵入到当时刚设立的圣洁的教会。不论是教会，我相信也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也是神的殿。我们不，上帝不愿意这个虚伪、骄傲、欺骗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第二个，上帝其实也有给这个亚拿尼亚、这个撒菲拉悔改的机会。当第一次亚拿尼亚被问的时候，他没有诚实，圣灵直接击打。第二次他的妻子进来的时候，彼得也问了，他的回答仍旧是一样，是欺骗的。如果他能够诚实悔改，或者妻子可能不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也不一定。所以因此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动机是什么，我们奉献给上帝的动机是什么。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时候，至少上帝不会喜悦我们对他的跟随或对他的奉献。愿上帝透过这个话语提醒我们。阿门。